国女星全智贤在前一晚出席某品牌旗舰店开幕活动后，于9月11日离港回国。当天下午，她身穿长袖衣衫，大秀迷人长腿。在等待办理登机手续时，全智贤不时与周围陪同人员进行交谈，之后在外籍保安的护送下来到闸口。不知是否想打消此前给媒体打下的冷面印象，最后全智贤十分大方地跟媒体道谢，并与保安握手道别，才离开人们的视线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